面都规范的非常好、哦、而且他的这个有一些在医疗人员要去帮他做一些治疗的时候，他的保定的一个范围他都做得很好，减少这个医疗人员的一个受伤、哦、甚至他的这个有很好的这个地磅、哦、可以让我们兽医师可以有很好的这个精准，就精确的知道他的体重，在后续上他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在用药上就会变得相对的精准，而不会说有时候在投药上，甚至有时候需要做麻醉，可能药物过量、哦、造成这些动物的这个损伤、哦、这个都是我们所不乐见的、哦、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可能都是一些在这个改善过程中，这个工程都是有注意到、哦、啊，当然我是觉得说我们园区的这个树木、哦、应该要再更多一点、哦、让这个可以让人家在这个林荫大道里面、哦、感觉到那种舒适感、哦、会看是比以前更好、哦、这个大概我可能会觉得、哦、就是在这树木的种植上面、哦、看如果可以让它更丰富、哦、那有时候进到像森林里面那种感觉可能会更加的理想、哦、好，谢谢。大家好、啊、我是高雄市建筑师工会理事长陈奎宏建筑师、哦，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受到、市政府观光局的邀请、哦、来到、动物园参观、哦、那我想、我们这个工程是一个同胞案嘛、哦、那称之为新动物园运动、今天参观的感想真的是觉得当之无愧了、哦啊、从整个设计阶段、就邀请公民团体还有 NGO 等专家学者来参与哈，然后看到整个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把这整个工程来完成哦，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哈。那尤其是相当多的跟跳脱传统动物园的设计哈的一些理念都在这边可以看得到哈，比如说像尤其是那个高空架高的那个参观。无障碍的通道、哦、那真的是一大亮点了、哦、可以让多让参观的民众从多个视角来参观动物、哦、那除了从上面然后又可以下到底下近距离来观赏动物、哦、透过玻璃、哦、真的是非常独特的设计了、哦、那另外就是在那个旧有的的兽舍的改善、哦、也是就考虑到通风采光来做一个改善，对于动物就相当的友善啊、哦、这方面也是一大的算是一个亮点啊、哦、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设计了哈、哦。大家好，我是高雄市福尔摩沙兽医临床医学会理事长张义福兽医师。今天很高兴受到观光局还有寿山动物园的邀请来这边参观一下这个新成立的一个整个寿山的动物园。那整个寿山动物园整个的改善它有围绕个刚才在简报的时候有提到围绕三个大的主题。第一个就是动物的自由之地，那当然这很重要了。再来就是漫步在天空，再可以在天空可以一个视野更好，然后再做一个亲子同乐，寿山动物园本来就是一个亲子同乐的一个地方。好，那讲到这个动物自由之地，基本上这个动物园这很难啊，就是一个框框限制在里面。好，那参观完之后发现这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啊。好，这个怎么样让动物自由，好，在以一个兽医师的观点来说怎么样去照顾动物啊？你说生病的要治疗，那都是后端的事情。哦，那应该是在一开始在它的环境上，哦，就提供它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当然不能媲美它的园栖地，可是可以看到动物园的用心在一些设计上，哦，在笼室的设计上，尽量能贴近它原来生存的空间。哦，刚才参观像一些黑熊啊，其实我很少看到黑熊这么自在的，哦，可以在那边走动，可以看到犀牛，哦，在那边嬉戏，哦，甚至玩耍，哦，这我想这是在以往来参观寿山动物园是没有看到的一个景象。好，哦，啊，因为我们今天是有这个植物的便利，还可以进到里面，我想这是以后是可能大家可能看不到的地方，哦，这是细节的地方。好，哦，
再就是漫步天空，好，以往在这边来，大家看到树啊、动物啊，很少会看到。其实走在上面的时候，哦，可以就近的是可以看到动物，那同时也可以看到寿山之美啦，哦，这个是哦漫步在天空，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那再来就是一个亲子同乐，哦，在过去一年就封园的关系是，所以整个动物园并没有开放，我想很多人，大家小孩子啊都会吵着要来，我想这里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让小孩子可以在假日的时候可以到这边亲近动物，哦，像一些比如说生命的教育啦，动物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从小开始，从教育开始，我想动物园应该扮演这一个的角色啦，哦，那其实我很喜欢那个印度国父甘地讲的一句话，哦，他说，欸，一个国家的一个进度跟程度，你怎么去衡量这个国家的进步跟程度，其实就是看他对动物的看法，哦，就看他对动物的看法的一个衡量，对生命的一个对待，哦，我想动物园在这边其实做了很不错的一个示范，让这个整个的环境，哦，那也可以知道说，欸，我们高雄市民，哦，对这个动物的一个看法，我想这是身为高雄市民的一个骄傲，哦，那也希望说，哎，从一个动物园做起，那从这个对动物的一个教育，让我们这个整个台湾，哦，大家从小，哦，养成对生命的一个看法，哦，谢谢，谢谢大家，嗯，我是在地的建筑师，哦，原来我对寿山动物园有很多意见，因为它这个地点事实上不适合做动物园，那以前的做法不管对动物也好，对游客也好，事实上都相当的不友善。那去年我参加行政院的公共工程的金质奖的评选，那来到我们新的寿山动物，发觉他新的思维跟新的做法，这感觉就好像把以前的那个旧的动物园的印象完全翻转。而且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旧动物园的改造，它完全依照地形，没有去砍一些树，把它的现在的新的设计跟我们环境融合在一起，我就非常的感动。另外一进来以后，发觉空中廊道让游客可以很容易去观赏动物，动物也不会被游客干扰。那我们新的动物园的改造，这个就相当的成功，哦，而且这种案子一般的我们的工程发包只要用最低价是做不出来的，因为它有统包，所以它弹性很好。我觉得像类似市政府将来很多统包工程可以以动物新动物园这个一个新的典范，哦，让它可以去发扬光大，我觉得这个是对整个我们现在动物园我的很大的一个观感，哦，因为有这个东西，可能我们高雄市民会更喜欢我们的新的动物园。谢谢。因为中山大学跟动物园很近，所以我们过去我们的研究生在这边做了一些研究，也有一些交流，这边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互相讨论去解决。比如说上次这个黑猩猩，它可能展出的时候，最初的时候它有一些攻击的行为，后来我们交换一些意见，那现在黑猩猩看起来已经没有问题了，完全没有问题。那在这边就是动物园，我们在国内就是三个公立的动物园，那动物园是一个教育的一个场所，那一般来讲我们希望这些教育对动物来讲要顾到他们的福祉，也就是说他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越有家的感觉，他越安全，或是他越有这个原来在他环境里面生长出来那一种感觉的话，那这个对他越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游客是有时候会对他造成一些干扰，所以游客跟动物中间的这个接触的界面很重要。那这次设计哈，就有好多这样的界面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墙啊，玻璃的墙啊，然后没有空中的廊道。像空中廊道的话，这个设计的话，在我们经过一些动物区的时候，这些动物基本上它们比较不会抬头，不会抬头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看下去的话，对他们来讲的话，它的干扰就会很少，所以这些有一些设计的话，让这个动物很舒适，比如说那个山形墙，让它整个的空间阳
阳光好，还有它的通风好，它的干燥好，这些对他们来讲新的生活比较很多。但是他们出来的时候，它有一些动物丰富化的话，就是说它生活在里面，它更有一些，它需要取得一些东西，它取得它要找到这个食物，它要爬上爬下，然后工作，让它不会生活很枯燥。过去在动物园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像黑熊或者是其他，它有一些我们讲一些照一些照护的动作嘛，就是一直围绕着这个一个地方啊转圈，那现在都没有了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当好啊，相当不错的。我就期望这个高雄动物园啊，可以继续的啊，继续在这个一个这么小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又很自然的环境里面啊，可以继续的照顾好动物的生长。那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高雄的市民，尤其小朋友哈，我想很多小朋友长大在这边是一个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哈。那这些功能哈，被发挥出来哈，那对高雄市哈，或是南部整个地区来讲哈，都是一个最好的。所以祝福我们的动物园可以继续努力哈，继续在照顾动物和在教育上面哈，继续能够做更好的工作。